这啥玩意儿啊？牛肉呀，牛腩，没听见吗？你放些北条呀，里面。下次我给你放。哎，八什么呀？都掉了。你这肉炒的火候有点欠。炒老一点就好了。你说好不好吃吧？这菜谁不会炒？它本身这菜好，是人都能炒好吃。你还有你水平好，它随便补了补了都好吃。来，哥姐给大家推荐一款啊，咱今天吃的这个原味糯米笋，咱这个糯米笋呢是这种大克重的，一包是248克，而且咱是脆，吃起来是那种脆嫩鲜香，而且免切免泡，哥姐。并且咱是不含任何硫的，无硫，配料表很干净，就只有竹笋、饮用水、食用盐，就这三样，啥也没有了，干干净净的配料表。并且笋的话是属于这种高纤维、低脂肪、低热量，适合咱所有的人去吃啊，哥姐。而且糯米笋来活动了，现在买非常划算，十几块钱的价格到手三包，并且咱每一包都是248克。喜欢的，喜欢吃笋的哥姐啊，下方链接去拍。你炒个五花肉呀，炒个腊肉呀，出锅的时候撒点大蒜叶或者青胡椒丝，能吃辣的你再放点那种小尖椒炒一炒，哎妈呀，绝子啊，哥姐！而且糯米笋它还可以烧汤、涮火锅、凉拌都行，多种吃法。天，他说冷就冷，现在你看，也不给我打个招呼。你老天爷啊！那米肉好。你扒什么？滚一边去！